早上好啊，老师。今天您来的也很早呢。又在打哈欠了，是这段时间休息的不太好吗？失眠吗？工作量太多的话，确实。对了，我新学到了一种助眠方法。趁着时间还早，不如我来帮老师放松一下吧。麻烦稍等一下啊。老师久等了，都准备好了。这两位是今天的特邀嘉宾啊，我来帮您带上吧。佩洛洛大人就麻烦在这里休息一会儿了。这个可能要稍微弄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接下来就是佩洛洛大人的助眠时间了。欢迎来到猫猫 Friends 的世界，佩洛。我听说了，这段时间老师一直很忙碌，佩洛，都没来得及好好休息，肯定很辛苦吧，佩洛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和我的好友波浪猫一起赶来了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交给佩洛洛大人。是都可以放心交给我们解决，佩洛。什么烦恼也可以在